说到这条新闻，小酷我的心情很不好啊，因为我心中的最完美女神高圆圆被毁了。而且小酷还没办法申冤，因为毁女神的不是别人，而是男神谢霆锋。看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们拍的时候是特别冷，在北京也好，在纽约也好，风也很大，对他的挑战是特别高，因为哭戏多，我每次看他眼泪鼻涕出来，其实过几秒都硬了在脸上，我就觉得好可怜啊。那你不帮他擦掉吗？硬啊。谢霆锋，你这么不客气啊，小酷也只有放大招了。听说你前妻张柏芝的爸比欠了百万赌债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我没听见。我是这个更不说了啊，怪不得人家叫你，你问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霆锋你现在好机智啊，小酷甘拜下风。又酷选一乐，霆锋还大家一个新女神可好？上海报道。关注威尼斯，关注全娱乐，最亲爱的你，最别样的水城，最别样的威尼斯，最荣耀的闯入者。我在威尼斯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毅。我在威尼斯，我是赵薇。我在威尼斯，我是郝雷。我是王小帅。8月27号，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冲。